史上最高清的奥特曼影片 4K 画质现场拍摄，一起来看今天的投稿视频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地对空拦截吗？精准的弹道预判，一把狙击枪直接引爆导弹，不愧是资深老六，太顶级了。假如给你100万，让你跟你第5个表情包谈恋爱，你愿意吗？反正我是不愿意，你们自己看。啊，这跟第5个表情包谈恋爱就能有100万？看看我这个啊，估计给1亿也没人愿意。赶快看看你们的吧。护金，竖提点人。单人旁耳人云，单人旁向，单人旁也，单人旁门，一木字旁阳，提手旁久立，点横撇折点拱，撇横竖钩提，斜钩撇点，右寸口字旁马问号。好家伙，一栋楼里这么多人，乔给作者吓得直接说都不会画了。还好哥们见多识广啊，里面的玩家大多数都是同样的动作，一看就是赤果果的 P 图，懂的都懂。让你们看看身法哥的素质。不比那些网络男神好。这边看到这个人穿着一条身法裤，我们作为一名身法哥，直接丢掉高冷男神的衣。开枪先打招呼，这就是身法玩家的含金量吗？不过有一说一，为啥我遇见的兄弟都是这样的呢？就离谱。是在 M78 星云拍的，后来一查才知道，原来这是最新的影片修复手段，高强度的降噪和锐化，再加上数码质的颜色调整，就能做出超高纹理的效果。虽然是2年前的技术，但应用在奥特曼里倒是别有一番风味。假如救人有段位，镜头玩家，能救吗？能救吗？我打，我打，牛逼，我打。战士玩家2号，最后一个激战了。冲2号！我要和平静静的救赎你最好看，别人都不好使。牛逼！我们2号来，谁防守给踢了呀？青铜玩家冒死救援，王牌玩家以一敌三，怎么到了钻石这就拉了？队友吹了老半天，一手操作直接强行变脸，太逗了。